今天玩完旷野之息，但是呢，整个游戏世界好像被我又骂的稍微改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到时候你们进游戏就知道了，先不要破梗。哎呦，马上瞬间就有东西不同，禁止器。哎，这个世界好友善啊，根本不用跑图哎。直接给我们滑翔衣。告诉你，我们衣装仪容都先穿好，我怕等一下一开门进去，我们会吓到脱裤子。OK， 没错，各位，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整个海拉鲁都沉到了水中，我们还能不能全破旷野之息？一片都是海洋啊！全球暖化，2025年海平面上升了，各位，大家都淹死了。Oh my god， 老人沉入水中，老人我还救你哦！我刚看到你在水下淹死了。但先让我捡个泡着海水的咸苹果。老人，你还活着就呼叫一下。啊，我自己淹死了，靠！其实我们是可以用造冰块机一路这样移动过去，但我觉得这有一点 low， 我们找其他方法好了。好的，各位，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开这个小木筏，一路勇闯海拉鲁吧，感觉是个更有趣的移动方式。我们要怎么让这艘船离开初始台地啊？我刚刚特别有拿这个叶子，试试看去那边有个瀑布。哦哦 ，What the fuck？ 怎么变这么快？哇，好险！这些木头都是海绵做的，刚才是不是超快？没有直接翻船啊！瀑布就在前面了，那我没办法过去，我把它顶上来，不会把它顶过去。那我们的关键道具直接翻车了。哎，对啊，我可以用子时动量征服。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有一个很酷的方法，可以利用子弹时间放大撞击的动量，这样子。照理说它会飞很高，哇，没有飞很大。为什么他不让我对？飞起！那究竟我们林克的小厨飞到哪里去呢？在答案公布以前啊，这是间的一小段广告插播。大黑帮是一款有着千万下载量的黑道模拟经营手游，是男人应该都看过黑帮电影吧？像我最最喜欢的《教父》一二集，我至少看了五遍以上，因此很难得哎，这款有着黑手党情节的大黑帮是少数我确实看得下去的手游剧情哦。游戏也没再拖的，一开场你的警察爸爸就被一位拉丁正妹当场暗算枪毙，二话不说，我们为了报仇就自己成为了黑道。游玩方面呢，配合上世纪帝国视角的自动战斗画面以及红色警戒般的建筑强化升级，我们可以选择盖军火处、伪操场等等设施来强化势力，并且还能招募各路英雄带他们一起去打仗，一起扫荡街头。说真的，我有些压抑，这些英雄人物的 3D 模组做的还蛮精致的，而且角色还很多元。例如啊，这位我最爱的根本就是不小心从 WWE 跑过来参战的妹子，人家黑帮火拼要用枪，我们直接用摔跤。除了英雄角色，这游戏还有个完全独立的美女收集系统，你可以在私人会所为你各个黑道女友买新的衣服，还能够叫他们陪你玩赌场小游戏。而现在呢，正是加入大黑帮的大好时机，在11月4号到18号之间，假如你所属的帮派实力够强的话，就有机会抽到100元美金亚马逊礼卡、网红周边，以及这台有个贵的 PS5 一台啦。想玩的朋友进游戏可以加我自己独创的帮派皮卡撸，赶快来玩吧！啊，飞起来！成功！我的妈！成功的落到地面上了，我们船直接变飞船了，我们现在船直接搁浅了。我可以用山的把它山过去吗？啊，不行，我们用铁板推看看。哎，可以，赶快上船，哇，立刻自由啦，伟大的航线等着我们 ，Go！ 哇，的妈！马上翻船！我要怎样让船翻回来？我们把船逼到角落好，它就可以翻船。船跑到瀑布里面 ，What the fuck？ 它不会出来，船被我们顶到瀑布里面，还有这样子。哦，我们是可以进去踩的。What the fuck？ 我要被冻死啊！我们试试看别的方法，我们走陆地，跟刚才铁板的概念一样，我们应该可以用这个宝箱来推它。看这个好难操作。电力发动，哇、原来前面各位，前面教堂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One Piece 就在正前方 ，Let's go my boy， 下海吧，哇，陆军团最新航母成功下水喽，我们应该要敲香槟的，我们没有香槟，我们用一个糖炒栗子代替，来庆祝起航，
超寒酸勇者。我们接下来去海岸有各个景点稍微看一下淹水后长什么样，我也蛮好奇。然后一路上还有一些道具我们要捡。哦，前面双子山冲，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哎，回想你要干嘛 ？What the fuck？ 哇！像不像把我拖下水？他要跳海拖一个人？哎，我来得及吗？拜托，我的体力要够啊！要不然我要再拖一次船。No！ Fuck！ 哎，好险，我们高中有读过牛顿力学。哦，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样。What the fuck？ No！ 呜！哦哦，我把它捡回来了。他刚刚差点，小香香刚才差点要石沉海底了。哎，欢迎闪现！哇，最后一下超帅 ！What？ 为什么找我？自己起火燃烧是怎么回事？哦，我懂了，自然就是美。哇，在广大的太平洋上面直线加速啊！这地方没有速线，我应该往左转，我应该往左转。你看那个隐形之塔是怎么回事？没有开初始之塔，原来会长这样哦。哎，前面哈特诺村，自从淹水后就变成哈特诺港了。哎，村民在哪？来迎接我啊！人呢？大家都淹死了吗 ？No！ 哎呦，终于见到一户活人了！哇靠 ！Hello！ 你是唯一一户没有进水的，你这个旅馆选得很好，盖得很漂亮，它这个风景是不错，所有邻居全部都淹到二层楼高，只有他家完全没事。哎，你看各位，我们当初买房地产有先做好功课，算好这个水位刚刚好，没有淹上来。你看这座桥盖得漂亮啊，直接变成盖在小河上了。各位买房产要跟林克一样要做功课，要算好全球暖化的影响。那个很多山脉那边就是卡卡利克村，哎，前面是不是就是村庄了？整个卡卡利村有3/3都在水里面啊！重点是英帕婆婆还活着吗？哇靠！我们等一下去跟她讲话一下。What the fuck？ 哈？帕雅的声音？等一下这摄影机怎么了？帕雅在门后，原本是长这样吗？还是水淹太高了，他们把门关起来想挡水？这是防水门，赶快进来吧，林克。林克臂力好高啊！奶奶泡在水里面啦、啊、！No， 老人家你会着凉吧？这是暖泉吗？你这样不会感冒？还好他坐得很高，还带那么大 ，What the fuck？ 门关起来就没有水啊、哦？那真的是防水门哦，好酷哦！该淹水淹很大，所以帕雅赶快再擦地。人家帕雅用心在擦，我直接开门让水淹进来。哎，干帕雅直接人蹲在水底下，哎，他憋气可以憋这么久。站起来！你要记得吸点气啊，一直擦你会忘了呼吸啊。我看这小孩碰到水会怎样？哦，我的，哎，小孩不要想不开啊，小孩，不要，你还年轻，还有救。哎，我倒放要一个小孩下水，这个地方升学压力是有多大？小孩一个跳海，又来一个小孩。我接下来想去打这里的人马，这个地方照理说有个小船。林克海贼继续出航。看到了，就那家伙，我故意不进入子弹时间呐、啊，因为子弹时间的攻击会消耗武器耐久度。好，这样子，我要从侧面骑上去，这个攻击就是免费的，完全不会耗武器耐久。好奇怪哦，我都已经闪到了，这样还是被打到吗？靠着墙壁打，他到时候冲刺就会。没错，他冲着就会撞到墙，我就可以狂砍他背啦。他已经进入到二阶了。啊！我没有让他跳完都跑。有妖精，我看妖精 ，no！ 啊！我刚看到妖精从左边过去，我瘫了。哦，你还射？你还要射到什么时候？哦，所以我可以用进食器，然后我还可以多骑他。哦，那我就等定时器好了。这样子，不行，不给骑，静止器造成的伤害不能骑，也有可能再一下就好了。呜，有没有？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堆好料啊！哎、欸，好像才三个好料，当然都是耐久度蛮高的武器啊。就在这里，刚刚那个船就是在这里浮起来的。哎、欸，
哦，浮起来了，它浮起来好可爱、哦。我觉得好像没路哎，然后这地方没路的话，我们就要绕双子山，下一站小象神兽。啊！前面三个鸭子在那里休息，我完全故意不停下来。这三个应该是鸭爸爸带着鸭妈妈带着鸭孩子出来出游，直接啪被碾过去了。多拉领地整个淹水也没有什么突兀哎，就长这副德行。他们的建筑物完全没有被淹到，最不怕淹的反而完全没被淹。我们现在上去会有剧情吗？有剧情，这些语言之间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故事照样推进。哎，水淹很高没什么吗？家常便饭。罪魁祸首就是你。整个世界盐水都是你害的，干你还在喷，都要满出来了。你这是坏小象。好，我们这里先打水咒。好可怜，为什么雷咒比他强这么多？本是同根生，难度差超大。加农12.5血量，拜拜！小象终于不喷了，我们海平面不会再持续上升。来，后面这个小狐拿一下头盔。他刚才是踢下面的石板，从箱子就打开，拿到佐拉头盔了。我们现在佐拉上下都有，可惜没裤子，干脆就不要穿吧。这样是不是更像泳装，更符合流体力学？还蛮配的，这颜色看起来好像是搭出来的。哎，不对耶，林科本身的内裤就很配佐拉上衣，该不会他从头到尾都在穿鱼人内裤吧？你把量身定做的，对啊，他们两个根本偷定情，他直接穿着鱼人内裤睡了100年呢，但对得起萨达。好啦，我们倒数第二次旅行，带一下香香好了，要不要一直把它摆在家里，他会不开心。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有人玩风之律动吗？我现在越来越像，这个视角超快的。哎呦，水上。哇，干！潜水艇直升机，这加龙什么黑科技？我只听说汽车可以两栖潜水用，我从来没有听说直升机在空中飞飞来可以潜到水里面，然后再飞上来，太厉害了吧！哎，这个，哈哈哈哈，飞天窟窿，本来这边有一座塔啊，靠！哇，哎，我只要再二次的话就有机会。哦哟，好险！我有二次风弹，刚好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拿这把。不知道为什么插在一个飞天骷髅上面的皇家双手剑。这里明明就有一个马厩，我本来想看一下沉水的马厩长什么样子。对啊，马厩里面不是有狗吗？所以整个马厩沉到水面的意思是，狗狗会不会游泳啊？完蛋了！全海拉鲁的狗全部淹死，我们现在只看得到一群变成海狗的狗狗了。我腿又怎么了？这世界已经开始崩溃了。他还提醒我们赶快去打加农。我们现在地下水太多了，下面满满的都是水分，土壤太软，开始下陷。好的，我们现在终于要去城堡打加农了，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推这个 GY 黄金梅利号。但我超好奇的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淹水了，到时候野兽加农。我们到底要怎么打？这整个平原都在水里面。各位，你们知道的，这是最后一趟出航，所以在去打最终魔王之前，是不是该要终于开箱我们的小香香呢？看看他特地为我们勇者林克准备了什么好料的干什么？亏我带你环游世界，你他娘的，你只给我一个琥珀，我操！你给我下去！你这个骗吃骗喝的箱子，永远不要再相见了，拜拜！加农给我等着，我开最高时速来找你啊！What the fuck？ 哎，马在开心游泳，各位，海马。狗都可以成海狗了，马变海马也不为过吧？你看他多开心啊 ！What the fuck？ 有人在瞄我哎，没射出来啊！他们是射到我的木筏吗？这才是勇者的风范啊！站直直的给你瞄，没在怕的，完全射不了我，这是什么情况 ？Let's go！ 我们现在信心满满的，根本不怕。哎，成功！哈哈，再一次。很好，先拿一个敬畏之弓。我们总算要放下跟我们征战许久的一片树叶了。你好好在这休息吧。我带来第二把静心大剑，准备打爆加农。这个顶端应该还有一个宝箱，哟，藏在里面还有一个要敬畏长枪。一抬头就挨剑，嘣嘣嘣嘣嘣嘣。
可以结束战斗吧。Yes! Yes! Fuck you, you bitch! 你 bitch, you bitch! 哇！送你啦！雷咒用雷剑把你干掉。各位，我们要进地下室打灾厄加农了。所以照理说地下室是淹水的吗？会不会灾厄加农我们就没办法打了？OK， 看起来没有水，动画里面没有水，被帕亚吸光了。最后一战 ，Let's go！ 啊！啊 ！No！ 那、no! ！没有，对的，不是人打的哎、欸！快一点，要结束，拜托！呼！呼！学生有这么专心的话，我应该是上台大的。一把菜要打爆，我们总算可以得到解答。到底全海拉鲁淹水，然后对上野兽加农会长什么样子？这才是我最期待的。来，最终一战，传到大草原、大海洋吗？欸、怎么感觉有水波纹呢、啊？所以我们现在站在海里面吗？干嘛有水波、欸？哎。我们两个都泡在水里面，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拿到光之弓。我们在水中可以动吗？海底战斗，海底总动员，谁抢到光之弓谁就赢了。我们赶快冲！啊！What the fuck！ 哦，我的天，哇哇！对啊，我刚才直接凭空起飞。哟哟，马儿，带我走，带我走。我可以请你吗？魔兽在哪里？他从海里喷破坏死光，不行！不要留下我，我不想当杰克，我不要当杰克，我不要一个人淹死。马儿，你怎么就这样子头也不回 ？No！ What the hell？ What？OK， 我们又瞬移回来上一个战场。好的，答案很明显，全海拉鲁淹水的话，我们不可能全破旷野之息，不可能，真的没有办法。OK， 谢谢谢谢。那也要再次感谢我们撸军团16万 level 69的撸将军，以及我们最最最威猛的第二届大总统 Eric Lee 啦。好的，满位，感谢观看，我们就约下一次游戏皮卡撸见啦。